这是牛肉嘛？牛冻饭。牛冻。你们这个，哎，你们，这是各一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也是跟这个一样。把现肉放来喽。好，等一下，爸爸，打开，打开。打开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所以你过来这边，为什么？你在这边呢？没关系啊，我吃过这边去啊。好啊。有人爬上桌，等一下要给你吃啊。你看那个孩子准备要吃了。用餐喽。